这里一共有5台货柜车啊，你看到的这些集装箱啊，里面是空的。这些集装箱要来干什么呢？它是要用来改造成集装箱房子的。整个过程呢，就从运送这里开始。那集装箱40尺长、8尺宽和9.5尺高，用来改造是4英尺超高干货集装箱。它的尺寸太大了，我们需要一台重型的吊车才能够把它从货柜车上卸下来。超大的货柜车运输过程也是困难重重啊。现在跟着我一起出发。弯弯曲曲的山路，路面比较窄小，过弯的时候呢，货柜车都必须停下来让道，让其他车辆先通行。那货柜车的高度是13尺，沿路还要留意车顶上过低的树枝，还有高压电缆。下雨的泥路呢，也不适合货柜车继续前进。卸货柜的工作就更加难和耽误了。马来西亚彭亨州的劳务呢，好山好水。马来西亚国家旅游局称劳务是猫山王榴莲的故乡哦，闻名世界。那这里的天气呢，属于热带雨林哦，那云层环绕着高地和大自然，它有欣赏山景的绝佳地理位置啊。这些集装箱送到这里，其中一个榴莲种植园。进入民区的路段呢，马路变得更小，整段路上呢，货柜车都把反方向来的车辆堵死了。那个电缆线太低了，必须得用很长的那个木棍把那个电缆线往上托高，才能让货柜车顺利通过。接着下雨了，泥路下陷呢，还要用大石头填满，再压平路面，消耗很多的劳力和时间了。种植园路口这里呢，卸货的空间太狭窄了，树和电缆线都很接近吊车，卸下集装箱和建筑材料就更加困难。Oh my god！ 别砍了，求你了，这是摇钱树啊，不对，这是榴莲树啊。一棵榴莲树的生长周期，从小到长大，要结满果实的话，是5到7年的时间，品种不一样，最贵的市场价每公斤超过100元马币。一棵榴莲树一个季度就可以挂上几百个果，可是还是要忍痛把它剁了，货柜才能搬进去。地面塌了。吊车卸下其中一个货柜的时候呢，地面陷进去了。那吊车其中一个承重柱呢，深深的陷入了地底了，集装箱卸下来的位置都偏移了，东歪西倒了。还好没有造成任何的意外。这里的泥土呢，质量很好，可是不踏实，很软。山区的基建规划不如主要城市啊，工程建设用的重型机械移动和作业将会受到限制啊，人力和时间或者其他资源的投入必然也会增加，意味着整个改造过程的时间和成本也一起增加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和参与。我在这里干嘛呢？我在找榴莲呢。下一集呢，我们要打基础，再把集装箱放上去呢。
带来的工具呢，我会再讲解进行切割的工作，请留意下一集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第一时间收看集装箱改造从零开始。谢谢观看，再见。这还是小榴莲，不能吃哦。所以呢，我就要找一些已经掉在地上的，那我可以捡来吃。